哦，还好可以录影。Hello， 大家好，我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 IG、FB 还有 Twitch。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仙界奇侠传四》。这款游戏在大师的大学的时代，让我流了不少眼泪。那以当初来讲，先是在大家那个时候评声呼声最高，除了新仙剑在仙剑奇侠传一在第二好了，当时朋友圈在传就是仙四的。好，我们在游玩游戏之前，我们先来用这个仙剑问答，就是等一下会有奖励。仙剑第一款武侠开发的武侠题材 RPG 是仙剑奇侠传 DOS 版。仙剑奇侠传 DOS 版开发耗时2年4个月吧，怎么可能10年？引发业内轰动的《仙剑奇侠传》DOS 版发售于公元前500年，怎么可能？目前为止，《仙剑》系列中的外传性质作品是《仙三外传：问路篇》。新《仙剑奇侠传》分为两个版本，月炉版跟灵儿版。简单呐，《仙剑奇侠传》DOS 版研发人员最初有几个人？50吧？啊，一个人。1999年发售的仙剑系列作品是 Sega， 什么 Sega 这个。好，仙剑系列最新作是靠北啊，那个时候我哪知道，那就仙四啊，干。仙四的研发者是上海软星吧，嗯。仙剑系列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故事感人至深。耶耶耶耶！啊，还有啊，还有，有30题哦。仙一中最令人揪心的是李逍遥、赵灵儿、林月如之间的情爱痴缠，水魔兽之后被杀了。半位教主的野心，杠头笑声很久就有了、啊，这是搞笑吗？这样是一啊，我们要选对了。为护送灵儿启程，是为了婚后的蜜月旅行。仙一中林家替林月如找夫婿的方式是抛绣球。仙二中的李逍遥已经成为蜀山仙剑派的掌门人。仙二结局中，女主角之一的苏妹嫁与王小虎，赞啊！香消玉损。仙三故事的主题是，这个我竟然犹豫了，迟疑了一下。我觉得三个都对，但是答案是轮回。仙三片头动画中被魔尊从头毁化的是蜀山锁妖塔。仙三中和主角景天前世今生交缠的两柄剑是镇妖剑跟魔剑，是吧？仙三外传中出现的妖界李蜀山位于上海的浦东。《仙三外传》中刺眼的悲剧死于误食有毒的食物，去当铺赊账太多，相国小姐假借情妖，刺眼被投入锁妖塔。仙一主角与逍遥的故事刚开始给人印象是被婶婶的锅子敲醒的发梦少年。仙一中苗女阿奴最擅长的是打扫房间。仙一中赵灵儿身份不同寻常，她是皇帝流落民间的女儿。等一下，我真的选错了，尴尬。仙二中沈七双和另外四个女子被称为广东五虎、武林珠。哦，仙侠武器。广东五虎是啥小？
现实中的千叶禅师其实就是盖尔班的霸主大反派。这个答案有点中二。线上主角景天启最强的技能是撒娇。仙山中的唐雪见启龙茂和神女细瑶一样，是因为呢两个人是孪生姐妹，其他人的幻觉。仙山外传中出现一个极其悲情的 BOSS， 他是谁？普皮金菠萝大王，大家知道这个是谁吗？还记得吗？这个就是第一次进地那个尼楚山武林轮的其中一个地，是地脉吗？忘记了，反正就一个某一个通道第一个 BOSS 啊，然后应该是辽日吧。仙山外传中的主角南宫皇变身中会变成青粉红猪，粉红猪。五毒兽通过修炼可以产生五魔兽，五毒猪。耶、yeah ！好，我们答对了。刚刚有些答案是开玩笑的哦，你们不要白痴白痴的，听我在那边讲，大家看得懂我在开玩笑吧？好，等一下拿小进游戏的时候就会拿到一些道具了哈、哦。